今天我们要挑战一个168关高级高阶的滚珠迷宫，你们听这个声音，一听就是很解压的声音啊！星云迷宫挑战版，我的目标是一次通关，如果做不到，那就再来一次。这是这个看起来要复杂多了，并且貌似还是可以旋转的。老规矩，这个反光的罩子不要。可以看到，这确实是一个可以旋转的滚珠迷宫啊，说明它的路线还是可以变动的。我们找一下它的起点在哪里。好，这里数字一，沿着这个黄色的通道走过一二三关，哎，到这里就没有路了。那应该第四关是要从这边接走，我们看一下第四关在哪里啊？好，看到了，四五六在这里。转一下角度，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第六关，七八九十在这下面，那从这个口子走进去啊，这是十一。现在是来到了第十二关，这又没路了，并且这里是二一二二，还不是往这里接。这个设计真的是鬼斧神工啊，这找这个路都要找半天。十三关在哪里啊？哦，十三关在这个反面。大家说这个钢珠该怎么弄上去啊？直接翻过来，那还可以，还是这个位置啊。我翻，这个走法真的是有点离谱啊，兄弟们。现在是在十四十五，好，从这里小心一点把它横过来，来到了十八关，已经失败三次了，大家帮我算着看一下我十次之内能不能搞定啊。这里来到了二十三关，又没路了。二四二五二六在这里，再把它转一下角度。这个路全都没有围挡的，发现没有？这也太容易掉了吧？好，二十五。玩这个东西，你一定要像我一样心平气和，知道吧？不然你就达不到解压的效果。这是来到了二十九关，又没有路了。我刚才看了一下，三十、三十一关在这反面，我要从上面怎么走到这下面去啊？这就离谱不？应该是有个什么过渡键，不然不可能啊。是不是这个黄色的？好像是。好，怎么翻过来？这样翻一下。哎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兄弟们，三一到三六。哎，这又跑哪去了？哦，在这里，三七三八。这里是三九四零四一四二。到了四三四四四五。哦，又来了一个很窄的地方，我们小心一点。先找一下四七四八。哦，在这里，那直接走过来就可以了。这是四九，从四九到六六都在一个平面上，五个 U 型弯，已经到六十六关了。六十七关在这个上表面，我们要把这个半圆柱和这个半圆柱接起来，这样才能转得上去，对吧？上来了，接着六九又在下沉，要把它接下来。哇，这个设计真的是太复杂了吧！现在是来到了七十关，又是一段很长的蓝色 U 型弯。一点围挡都没有，我不气，我不气。来到了第八十五关，这不会又要把它接回去吧？反反复复在搞什么鬼东西？又上来了，同志们。八十七了，八十八到九十二在这里啊，把它接到这个黄色上面。好，九十三、九十四，这里又是一个断的路。应该是这样接的。哎哎，九十七、九十八，又来到了这种很窄的 U 型弯上面。这是到多少？一百二十、一百一十二关，快要结束了。一百一十二、一百一十三、一百一十四、一百一十五，又没有路了。是这里吗？哦，是这里。我都快不想说话了。一百一十九到一百二十二，又是一段 U 型弯。到了一百四十三、一百四十四、一百四十七。哦，这里是一百四十八，在这里。我已经掉下来多少次了，兄弟们？有没有人帮我算过？八一五九，一六零，一六一二，一六二，最后还有五关在哪里啊？哦，这里一六三在这里，出来！这绝对是非人的设计，我真受不了了呀！一百六十七，哎，这还一关在哪里啊？这
如果没有看错，最后一关应该在这个半圆里面啊。翻！我真的是服了这个设计师啊，终于是走完了，这绝对是我到目前为止玩过最解压的一个东西啊，比这些解压盒子还解压，压力大的朋友一定要去试一下哦。